你怎么来了？到宿舍找你，你不在，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。我呀，就是来过过枪瘾。你是发泄心中不满？什么？我知道，因为没有把你接入前线北伐军，你心里觉得不平，觉得委屈了。公爷，其实我觉得干文职也挺好呀，历朝历代都是武将打江山，文臣治天下嘛。你想让我坐享其成？也不是。嗯，再说了，广州是革命之都，你待在广州，我们可以经常在一块儿嘛。你知道我不会打仗，也不可能跟你去前线。公爷，我离不开你。我们的婚事还要拖多久啊？明天，明天行吗？明天。闭上眼睛。这是？这是我房间的钥匙。明天来找我。公爷，公爷，公爷，亲爱的惠子，我走了，千万别来找我。啊！你们两个的信，谢谢大爷。哎，于老师啊，你的信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好。公仪，开林兄，龚一秀，哎呀，想你啊！一切都好吗？还好。哎，你怎么想起来到济南这个小地方来了？我也想你，来看看你。你得了吧，没有大事，你不会来这儿。走，里边说去。好。龚一秀啊，你是不知道。现如今这山东的地盘啊，是风云迭起呀，很不太平。自打张宗昌入主山东以后，济南市面上就天天宵禁呐。共产党号召学生罢课，工人罢工，游行的队伍啊到处都是，
这共产党啊，就是喜欢这些热热闹闹、不实在的东西。你看，现在青岛惨案、五卅惨案，惨案接着惨案，说明什么？游行没有用，是鸡蛋碰石头。也奇怪了，碰得头破血流，还是接着碰，这共产党太愚蠢了。他们笃信，只有民众才是改变社会的力量啊！民众，民众管什么用？游行喊几句口号，就能打倒张宗昌了吗？哦，对了，说到这个张宗昌，我想问问你，这个人怎么样？能怎么样啊？人送绰号“三不知将军”。哎，不知道有多少钱，不知道有多少枪，甚至连多少老婆都不知道。可这个人呢，心狠手辣，杀人不眨眼，是个十足的恶魔。我真想一刀宰了他。好，凯林兄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这次来是想取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张宗昌的人头。你要想取张宗昌的人头，可不那么容易啊。据我了解，张宗昌生性多疑，处处提防，他就怕别人呐取了他的性命。他坐镇督办府，深居简出啊，每次出行，他的护卫那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护卫着，外人呢很难接近。是啊，容易办的事儿，还让我办吗？你是想铤而走险？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？啊，龚义兄，你听我一句，留着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还是从长计议好啊。从长计议有多长？如果人人都这样想，这件事情谁来办？十五年前，汪先生铤而走险，刺杀摄政王，为我们树立了楷模。中山先生走了以后，没有定下接班人。现在我们党内分成了六七派，你争我夺，尔虞我诈，成了民众的笑柄，这是我党的耻辱。那是你想以自己的鲜血警醒本党。对，如果以我小小的生命能唤起民众对本党的尊敬，我死而无憾。相比，我真是惭愧啊。自打咱们分手以后啊，我回到山东照顾老母亲，在医师教教进化论，把人家讲进化了，我倒退化了。就在母亲病危的时候，我在她病床前突然感到，人的生命啊，是那么的渺小，又是那么脆弱。我空有一腔热血，却无报效之门呐。凯林兄，你我肝胆相照，报效党国。来，
公鸡兽啊！快快快快！法院收尸，六个枪声，快追！站住！书记官，书记官，快把副总报到一下，快！说起找个帮手啊，我倒真想起一个人。嗯，谁？是我们医师的一个学生，他叫龚金寿。龚金寿？嗯。这人怎么样？是个热血青年，为了替他父亲报仇啊，还杀死个日本人。现在在哪儿呢？张宗昌在抓捕他，跑了。嗯，能找到他吗？试试吧。现在啊，最好找到一个人能接近张宗昌最好了。哎，倒还真有这么一个人。谁啊？也是我们医师的学生，他现在在张宗昌的手下当一个书记官。在学校的时候嘛，思想还算进步，对我也算尊重。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突然辍学了，穿上了秋八的衣服。现在也不太了解他了。不过，不知道他的政治态度怎么样。这人叫什么？叫孙静宇。报告，进来。书记官，怎么样，都报好了吧？报好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看清楚那家伙模样了没有？看清楚了。上一次在西门外，我就看见这小子混在老百姓里边。站住！让他走。再让我遇见他，我一定能认出来。好，辛苦你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那我回去了。龚金寿。张督办会有危险。你说什么？情况是这样的，昨天夜里龚金寿在市郊辎重营出现了，伤我关左一人，抢走驳壳枪一支。怎么会是这样？据我个人推断，他抢枪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对付张督办。丧心病狂，简直就是丧心病狂。所以何副官，我建议张督办在近期尽量减少在公共场合的出现，以规避可能的风险。不可能！张督办入主山东光州，要走风光无限，怎么可能阻止他抛头露面呢？
若是换成别人可能，换成张督办绝不可能。如果他不威风八面，那就不叫张督办了。看林，机会来了。哦，你看，张宗昌要给他老母亲做寿，这是一个下手的好机会。嗯，这倒是个好机会。你说咱们怎么办？你不是有个朋友在政府里做书记官吗？联系上了吗？还没有，张宗昌派他去办案了。抓紧时间联系，我现在需要做寿时的具体时间和行动路线。好，我马上就去联系。都给我提高警惕，严格盘查。韩兄，这几天没见，挂彩了？哎，别提了，被龚金寿这小子给弄了一下。哎呀，这伤的重不重啊？哎，没事。来，孩子，这我呢，来传达督办府的通知。据可靠消息啊，这小子还没有进城，所以呢，督办命令咱们啊，严加四门盘查，绝对不能让这小子混进城内，知道吧？哎，韩兄，你放心，我这西门啊，盘查严谨的很，别说是他龚金寿，就是一只小小的苍蝇，我也不会让他飞进去。别说大话，龚金寿这仨字啊没写他脸上，这小子狡猾得很。他要是进了城，咱们都得吃不了了。哎，都严格盘查啊！那个人，说你呢，说你呢，站住！站住！听见没有？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追啊！站住！眼珠子，啊！你们干什么吃的？我可有言在先，在我老娘入城之前，你们要是再拿不出龚金寿的人头，我他妈拿你们脑袋顶着！滚！是。同胞们、同学们、工友们，大家听我说，都过来听我说，都过来听我说。同胞们，我们上当了，我们受骗了，我们该觉醒了。同胞们，辛亥革命胜利，我们推翻了腐朽的满清政权，可是还没等我们人民笑出声来，我们胜利的果实便被谢国大盗袁世凯给篡夺了。接下来便是连年的军阀混战，中华大地上到处是战火硝烟，到处是尸骨遍野，到处是民生凋敝，到处是人民哀嚎啊！远的不说，就说我们山东，自打张宗昌入主山东以来，他的罪恶罄竹难书。去年5月28号，发生了青岛惨案，大家还记忆犹新吧？为了反抗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压榨和剥削，青岛大汤沙厂的劳工们举行了大罢工，
可是张宗昌不仅置我同胞的死活苦难于不顾，反而倒行逆施，公然与日本人站在一起，血腥镇压我青岛的罢工工人。打了张宗昌！军警用武力驱逐青岛大康沙场的劳工们，钢厂大肆手无寸铁的工人八人，重伤者十七人，轻伤者不计其数。打了张宗昌！这就是耸人听闻的青岛惨案内幕。而这一惨案又与去年5月30号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何其的相似，足以证明中国军阀和帝国主义乃是一丘之貉。同学们，同胞们，我们反抗军阀压迫，争取民主，争取人权，争取自由的日子到了。聂大哥，来命啊！在镇压集会民众呢。我出去走。哎，东一，你这样出去太危险了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我就是冲着危险来的。可是，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咱们在这儿碰面。多谢壮士大救，应该的，不足挂齿。
壮士尊姓大名？鄙人张公仪。您就是经常在广州《民生日报》上发表评论的张公仪张先生？让你见笑了。你是？啊，我大哥聂天红，山东医师的。你好，你呢？我龚金寿。你叫什么？龚金寿啊。你就是龚金寿。先生认识我？这儿不是说话地方，走。进来。放心吧，这是日本人的旅馆，张宗昌的人不敢进来。哦，对了，洗个澡吧。啊，洗澡？啊，都死透了，一个活的也没有，狗日的，这枪打的还真准。都抬走吧。抬走。传我命，封锁这一带，挨家挨户的给我扫。是，你在那边扫。扫！扫！扫！吓你不知道，你我们可紧张了，吓死我们了。宋老师，我跟你说，小云可傻了。我们逃跑的时候，她一直拿那喇叭，跑了好久，她都舍不得丢，一直拿着。好棒！还笑。还好有金龙手他们救我们。宋老师，聂大哥他们身手可好了。嗯。哎，宋老师，师母，当时要不是我拉着他俩拼命跑，那他俩早被抓了，还不赶快感谢我？你少来了你。Come on！ 可能是他们来搜查了。对了，一个杨明，或者是医生，你们俩跟我去拆房，千万别出事。快！好，快走！开门！快开门！谁呀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起来！哎，我没有搜查。你们要干什么啊？你们？要干什么呀？赶蒙啊，还有威马，老子们搜查抓人。有搜查证吗？牛，老子手里的家伙就是搜查证。我们怀疑有杀人凶手藏你们家里了，我们要搜查。要抓杀人凶手？好啊。这凶手姓是名谁？是男是女？是高是矮？是胖是瘦？说出来，我帮你参谋参谋。这他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们家客人。客人？我看你目露贼光，你他娘就不像个好人。搜他！慢着，在我们家搜查可以，抓人也可以，不过得拿着张宗昌张督办的亲笔手书来。曾玉，拿给他们看看。老总，看看张督办都写了些什么。请问你是？山东第一师范教导处主任苏建奇。哦，苏先生，误会误会啊！可是啊，俺们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，这不搜查也交不上差啊。哎，苏先生，你看这样好不好啊？俺们里外搜上一搜，回头啊，跟上面也有个交代。也换先生一个清白。可以，
我们家里里外外你都可以搜上一搜，不过这位老总得留下姓名。不留姓名啊？你们这儿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书记官，他说他是山东一市的教导处主任，他说他姓苏，他还有长土班的亲笔手书了。你看，那个上次来我们校搜查的就是他，是吗？我再看看。你是医师教导处主任？正是。怎么不像？医师的人大都我都见过，怎么唯独不见你？那只能说你耳目闭塞。有证件我可以看看。苏建奇先生，不敢当，兴趣而已。久闻先生大名，冒昧。客气。这位先生是？我的朋友杨先生。苏先生，在下今日公务在身，不便久留，将来有机会，一定登门谢罪。撤。恕不远送。走。韩董事长，哟，你敢确定从西门溜掉的那个人就是龚金寿吗？我确定。你如何确定的？长官，我跟那家伙交过手啊，我这胳膊就是跟他在格斗中被他给刺伤的。所以你被人抢了薄荷浆是吗？他是偷袭。哼，一次交手还在夜里。照你所说，还是偷袭。那你如何能确定那就是龚金寿呢？长官，我跟他呀不止一次交手。上一次全城捉拿龚金寿，我就跟他打过一回照面。这小子的长相啊，跟咱们通缉令上的画像是十分相像，我一眼就认出了他。你说什么？照过面？啊。那为什么不抓住他？我们书记官说了，不要捕风捉影，不要抓错了人，我就把他给放了。哦，是这样。走，你那个谁，你那个大哥走了。啊，走了，他担心他的同学，回学校去了。你好人啊，忠厚老实，好人。是，来坐坐坐，可乐就自己喝茶啊，别客气，坐坐坐坐，谢谢。我想问你一个个人隐私问题。先生您讲。你有什么个人信仰吗？信仰？啊，这我可说不好。你说小的时候吧，我喜欢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，特别是武二郎，
这不光是因为他是我的山东老乡，而是他身上的忠肝义胆盖世武功，他身上有股路见不平拔刀相向的英雄豪气。嗯，好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水泊梁山没了。你听说过国民党和共产党吗？听说过。你对这两个党有什么评价？评价我谈不上，我跟他们又没接触过，不过印象倒是蛮好的，因为他们是张宗昌杀得最狠的人，只要是张宗昌最恨的人，那就是我最敬的人。行，你这人有意思，你的爱憎还挺分明啊。不对吗，先生？对对，你看过孙先生的《建国大纲》吗？没有。三民主义呢？那在山东那都是禁书。是是是。这个现在啊，水泊梁山死了，可是呢，三民主义活了。所谓三民主义，就是民族、民权、民生。这个国民党啊，就是孙先生按照三民主义的精神建立起来的党，这个党按照三民主义改造中国。张先生，您一定是国民党吧？没错，我是。那我能加入这个党吗？谁？对不起，先生，给您送衣服。没事。先生。打开吧。嗯，不对啊，我还订了鞋和领带呢。请先生试过是否合身，再一并送来。好，你先下去吧。嗨。喜欢吗？不喜欢。啊？什么？我说的是衣服，喜欢吗？不是，我不懂这个。这先生说好，那就好。这是你的？我的？我送给你的。不，使不得，先生，使不得。这大救之恩尚未报偿，怎么能让您再破费呢？你听我说，我送给你衣服，是要干大事的。什么事儿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另外，袍泽之情在咱们古代是最高的境界。同志之情呢，是我们国民党最深的友爱。我愿把你当同志看待。同志，同志，张先生，我这受不起啊。我问你，张宗昌你恨吗？恨。想杀他吗？想。我也想。你说，我们算不算同志？张先生，士为知己者死，请受学生一拜。快起来，兄弟，快起，快起，这可使不得。好，从现在起，我们就是同志了。建文同学，伤了多少人？男生29，女生13个，一共是42人，还有21名同学失踪了。苏老师，失踪的同学肯定是被捕了。看见龚金寿了吗？看见了。
他人呢？他没事儿，在日本人开的旅馆里。日本旅馆？对，叫山崎旅馆。当时是这样的，我们俩往外跑的时候，有人救了我们。救我们的这个人叫张公仪，他把我们带到那儿去的。叫什么？张公仪，他说他是从广州来的。张公仪，公仪已经到济南了，千真万确。他和曾慧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？他们俩能出什么问题？前一段曾慧来信，说是他们两个人一直在准备结婚，他突然跑到济南了，连个招呼也不给我们打。是不是他们俩感情出现裂痕了？